有一名美露心迷上了人类的医术，但没有人类愿意接受她的治疗。有一个小女孩喜欢美露心，也因此没有人类朋友。于是美露心成为了小女孩的朋友，小女孩成为了美露心的病人。诊断完毕，今天的你也十分健康。谢谢你，美露心医生。在医生和病人的游戏中，一段友谊被建立起来。直到某一天，女孩真的染上疾病，作为唯一能及时赶到的医生，美露心却被大人们拒之门外。走开，美露心多不可信。因为我不是人类，所以连好朋友都救不了了吗？这样想着，美露心找到了吓人的巫婆，向她祈求，直到她回应。使用这瓶由罪孽调制成的药水，你就能拥有人类的面庞，长出人类的手脚，但是你也将失去曾经吸引你这位朋友的一切，你愿意吗？美露心的犹豫没有持续太久。一夜中，一位小小的医生敲开了女孩家的门。他戴着冬帽，披着风衣，似乎是为了躲雨，也似乎是为了隐藏什么。小小的医生握住小女孩的手，就像曾经的很多次那样为她治病。天亮后，小女孩终于好转，而小小的医生早已走远，离开了这位无法再认出她的朋友。